但比这个薄多了。比这个薄啊？嗯，那个成品有在那个桌子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你是为了增加难度啊？这个试验过了。那下面应该有个磁铁比较好一点。有磁铁呀。那个后面翻过去之后，它吸住了，它在跑的时候不会震。哦。那一天。对。哦。现在也不会。这台机器的自动断线没问题。它的自动断线原理是什么？我把那东西断出来。这个原理跟那个原理不一样，我这个是我视频刀，拿下来是个弧形刀，不一样。因为要上下两个一起割，所以也是要。对，它要把，它是把剪完，缝完之后那线呢，最后一圈的时候线要绕上去嘛，它一个叉子扣着那个线，那个线就形成了个三角形。这边是两根，这边是一根，这边是一根底线，一根面线。